专业魔术师吧，就是爱好，然后一点一点练起来的，也喜欢了好久之前，相当于分享一点给别人，就是我教的一般也就是教一些小技巧。揭秘，你像什么大型魔术啊，一般我们都不揭秘的，就一些小技巧，像之前呢、啊、在电视上人家也会教一些小魔术分享给别人，以娱乐为主。Thank you.